看看新闻网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部戏，就是四大名捕二。本来呢是一个挺严肃的戏啊，悬案迷雾重重，爱恨情仇虐心，魔幻动作酷炫，怎么样，这几个词说的可以吧？可以，可真有文化呀，非常好。但是呢，因为摊上了邓超这么一个主演，我觉得整个戏好像就不是那么个感觉了。真的，摊上这么个主演，写多少好词都没用了。那个片场的搞笑，我们昨天已经领教过了。那到了发布会上呢，邓超也绝对是不让人省心的主，一不当心就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玩嗨了。来看一下。12月2号，3D 武侠电影《四大名捕二》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发布会，导演陈嘉上率一众演员登场，有冷酷路线的邹兆龙，正常路线的包贝尔，文艺范儿的胡夏，到了邓超这儿就变成一位帅哥领衔三位女神，柳岩性感，刘亦菲清新，江燕灵动，这邓超福利也太好了吧。如果你以为接下来四位主演要讲电影故事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，因为你永远跟不上邓超的节奏。我们不是在片场，这怎么这么顺手？看着表演欲这么旺盛的邓超，三位女神就顺水推舟，给了邓超一个人情。我们一致决定让他拿着鞭子跳那个。那个到底是哪个了？没错，就是邓超的拿手钢管舞。起初邓超还是有点扭捏的，不过害羞了一秒钟之后，舞娘邓超的小宇宙就爆发了。自己跳还不算，就连刘亦菲、江燕也被拉下了水。这二位的表演显然比邓超差远了。作为在钢管舞方面造诣颇深的邓超，终于按捺不住，亲自上管指导。他们对不对？好，要我示范什么？来。你怎么了？我不能转身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裤子崩了。赶紧给我拿个，你还敢？没事，我一直让你嗨。玩大发了，同志们，赶紧给我拿一军大衣吧。天真的刘亦菲竟然还不相信。你真的吗？你穿不穿？大家看一下。真的，你看。可是裤子崩了，发布会也得继续下去，不是？什么都挡不住敬业的邓超，披了一件大衣之后，依旧试出浑身解数与众位女神互动。没事，行。最后，娱乐新天地，邓超，你的裤子质量不过关啊，走好吧的。